菲律宾中正学院附设泉笙培幼儿园基础教育大班举办亲子活动。The Chiang and Shek College Wong Chun Seng Memorial Preschool and Basic Education Kindergarten held the parents, teachers, and children's activity.2024年3月1号，菲律宾中正学院泉笙培幼园迎来了众所期盼的亲子活动。这是每年举办的一项意义深重的活动，是家长和师生们同乐的好日子。当天，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，兴高采烈地来到该校思源体育馆，乖乖地等候他们排练多时的表演。一年一度的亲子活动在庄严的菲律宾国歌后揭开序幕。节目开始之前，由校长叶启明博士致欢迎词，感谢家长们拨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，热心支持学校的活动。随后由小小班、小班、中班和大班的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整个体育馆洋溢着欢乐的气氛，全场观众兴奋雀跃，仿佛大家还在欢庆新春。接下来的亲子游戏既好玩又富有教育意义，小班的排杯子以及中班的夹绒球同样是加深了幼儿对颜色的认识，训练手眼的协调能力。在大班的推推乐游戏中，小朋友要和家长各自抱着空气棒一起推动圆球，这项游戏也间接培养亲子间的默契。亲子律动是全场最高潮的环节，爸爸妈妈与孩子们共舞，温馨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，亲子活动在欢乐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。为了让孩子有个愉快难忘的童年，泉笙培幼园每年都举办亲子活动，希望家长们能够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拨出时间参与孩子的活动。泉笙培幼园主校已开始接收新学年2024至2025蒙特梭利及普通班的新生，同时南蒙区分校的蒙特梭利班以及即将开办的国际文凭1至2年级也同样在招生中，欢迎有意报名的家长以电子邮件或以电话向李佩蓉主任咨询详情。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。